矿吧？大家都在挖矿，付完都去挖矿。那我看看，等一下好像是机会去真的拿个国王宝石回来。不对啊，杰克的钱变加的很少。哦，有啊有啊，对吧？人家可能只是比较衰一点，只要挖不到而已啊，就是挖不到。哇，差一点，二零不要，他快死了，看，差一点，我要再去一次，对吧、啊？炸到没有死，可惜一个，可惜，我可以陪你去，我再还个钱，一起出征。他们都在楼下啦，打不对，都在下面是不是？嗯，我有基本的装备了。他都在赚钱啊，是赚钱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那你有个发光吗？你们是不是？好，我等一下买一下，因为我想要偷他钱。哦哦，偷钱没有在上面哦，偷钱借到40。哦，杰克在上面哦。哎、欸，在头上。国王也在上，国王也在上面。好，等我一下。快点！技能书，那我先买技能书哦。好，先发光。炸，没炸成功。那、嗯、光系还是买的。对，很奇怪。很难炸。嗯、他们三个人都在上面喽。我还是先退一波好了。干什么？哎，臭团团，会，可恶！有，这招厉害吧？我没炸了，他们国王也在上面哦。可是他们上面有三个人。好，我去偷个钱，我去偷个钱。杰克跟国王，就哈基还在下面而已。国王又上来了。杰克现在没有发光哎、欸，他在下面是不是？那他在上面。现在跑掉了。对，他怕。对，不过我刚刚想说，如果他是的话，我要侦查看看。试一下看看。哦，很快。哎，跑回来。有任何装备没有？全部都附保护。有任何是谁的迹象了吗？我带了两个人回来了。我要带人回来，两个间谍是不是？两个坏人。有几个是附防弹的，所以被打还是会痛。还是痛。他姐过来了，他们三个人过来。Everybody 来。哈基拿偷钱的，哈基刚刚拿偷钱的。他也是来偷钱的。哎、我先干掉他。那给牛排，我不相信，难以置信。哇、哦，总要差一点，哦、不过我偷到了，我偷到二零的钱。好。团团，你再装啊！我来了。团团应该不是间谍，我刚刚还以为他是，应该是假的。那我觉得可能是杰克。哈基要死了，是团团，大团团。我死了，他偷！他真的偷！他假的偷！你好意思啊你！哇！放了一点牛排。没关系，你有捡到什么吗？鹅卵石、青金石、经验瓶。还好啦，因为那二阶。那我放这边喽。回来吧。回家。要第二天了。啊，要啊。
晚上里面有牛排，里面有牛排。哎，白金箱子里面有牛排。好好好。会。哎呦！仙人掌刺死。啊！哎。哦，没血自杀吗？啊，收到。可是那可能接下来要换工了。哎、欸，今天瓶在箱子哦，我帮你捡回来而已。哦，谢谢。都差一点。OK 啦。不行，你会再说我去送头，然后投我。投票时间。小雨决定啊，你可以询问。可以询问啊。我不知道啊，你没有看我整场都在打吗？就询问感觉，你可以决定。反正第一天玩就比较难猜。第一天间谍没有做很大的话，都很。对啊，因为今天现在不能附魔哎、欸，因为他什么都不行用啊，在边界就什么都不行，边界外，在边界外就什么，你连打开那个箱子都不行，只能交易而已。所以你原本要有钱，所以才能交易。可是今天大家感觉都挺安分的、啊。你就决定一个。可是决定错会扣分呢、欸，我们已经很没分了。没有，这可以可以认清一个人，我觉得都对啊，少一个、哦，然后再加上如果选举日的话，哇，没有那就，不知道哎、欸。假乐角儿，选错是很伤。选择困难的人，选择性障碍。对啊，很痛苦哎、欸。不然你们数值好了。好多钱哦。啊，对啊，阿伯嘞，阿伯我全部领出来给你们啊，不行，现在不能。怎么领？因为就是整天都在家里面、啊。都不出门。他都在，我宅宅啊。体系啊。然后繁星很早就出去打架啦。对啊，阿巧克力也是啊。可是就你们猜选好了？我不知道选谁。不行，要你选。我要票宰瑞，那都宰瑞啊，还有700块，我就37块，我仇富，仇富，我仇富，真的。给你嘛，给你嘛，奇怪、欸，奇怪、欸，你被多少钱收买了？不是你应该要给我的、啊。他哦，他9000块钱，红队决定了，收买不了啊！不是哦，我身上才啊，就直接改了。哇塞，来来来，我10块钱，我10块钱，多少多少，我这有10块，30，那你等我，等下把钱领出来给你。我觉得是我，完了，他把钱带走了，完了，他把钱带走了。买票行为，买票行为。你选吧。不是啊，投票是你们投啊。哎、欸，天眼冰的话是不天眼的话是等一下会还对不对？还是要再买？我不知道。会还。哦，好，时间到了，时间会到满，会到一个时间哦。那我把你数字嘛。数字好，数字，不是，这不是。那最高级应该是国王下山来点兵吧。国王下山来点名，叫谁是第一名？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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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繁星，怎么会有得啊？多一个得得得得得得得，对啊。我怎么他的国王下山来点名跟不一样？所以决定繁星，地区版本不一样。繁星啊，来吧来吧，这样子人少啊 ，OK 的。为什么会变这样子？无法使用词。什么？我没事没事，好了。要点那个数字。好，我要去点字。我恨你们。一定是好的。真的是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他第四哎、欸。对啊，第四。哇哇！你是数字王啊！哇，我是数字大王。走了呀，走了呀！你们为什么要发呆啊？哇塞！哇，好鸡！啊，他是怎样？很明显吗？还是？没有啊，没有。你知道我。就大概了。他开一场就他就开一场故意就一直笑吗？哦哦，我就觉得奇怪，平常他不会这样啊。我就觉得他哦，二零给我打死会怎样啦？哦，你给我打死之后，我带回来的时候路上给你们打嘛，吼，真的是吼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让我杀死你不是？哎、欸，
啊，让我杀死你也是不错。没有啊，第二天我就开始轰炸他们啦。对啊，因为第二天其实有一整天时间可以慢慢玩。对啊，因为前面在农资源就没有时间去搞我们的国王。哎呦，哈气好可怜哦！他们冲中间了、哦。他刚刚已经冲了，刚刚我们大家都突然呆住的时候，我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们怎么不动？”他们其实已经在冲了、嗯。对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给他们，就给他们。反正我们这场轻松。你们国王下山来点兵会怎么点啊？嗯、国王下山来点兵啊，点到谁谁就是什么什么这样而已，对不对？哈，就是你有玩过国王下山来点兵吗？这个东西没有，没有。算了，那是啥？算了算了算了，就跟数字很像啊，就是如果不知道选谁的话，就用这个东西来选啊。哦，所以你们刚刚是用这个吗？对啊，小雨选的。然后你就很顺利被选到。没有，就很像说什么我们玩鬼抓人，可是当鬼抓到人之后，还要抓那个人喊五喊到一到五这种感觉、哦，而不是马上碰马上那个油。哦。对，所以刚刚小雨光下来里面点完之后，还要噔噔噔噔什么挖豆，我就就是你了，对，怎么会？因为刚刚点到最后一个是巧克力，哦，好安心了，就突然噔噔噔，这啥小吓死吓死，就还真的就变你，就是双方的间谍都被投到、欸，哎，南北的差距吗？太扯啦，就是命啊，啊，这才十分哦。很十分、啊、很少、那個，那个很廉价，那个是很不爽的东西，爽不了一次，也爽不了一世。我不是间谍啊，我都已经在撤了。哇，双方都是不分哎、欸，怎么爽啊？对啊。哎、欸，还好你们，难怪你们那边会比较久，因为想说你们没有，因为。刚刚在用钱贿赂巧克力，结果把钱给巧克力了。哦，欸，因为那个杰瑞给巧克力钱，就说，好，我觉得是繁星。我说啊，那我给你钱，然后给不够多。你干嘛啦？卡弹哦、喔。卡弹卡弹。等一下、喔，上面也没人哎、欸。要有钱最多，我去偷一下，等等回来。嗯、为何分数是负的？因为两边的间谍都被选到，然后我们在第一天都没有得到分。嗯啊，所以才负。这游戏都是第二天后才开始的、啊。没错，有间谍的话，哎、欸，繁星有跟他们讲你的年纪哦。我没有啊，观众啊，我没有啊。哦，我只有说我跟莫山小强一样大。哦，因为突然有人说是跑来这边说我的年繁星年纪比团团大哦，我想说哈。哦，对啊，比团团大、啊。我想说你是有跟他们讲过你的。今天在场的我都比他们大。哦，对对对，嗯、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。算了，等一下再先发光，赶快过去偷。九五为什么啊？我觉得他是骗人的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去一下。你去吧，来来来，拜拜。然后帮你挖掉前面这个。我觉得鬼鬼的。因为刚刚玩的时候都没有发生任何事啊。你们那不都还蛮正常的？很正常啊。对啊，因为影月不在场啊，影月在的话可能就变第二了。嗯、影月在我聊天室啊，他讲说因为我不在。哦，是哦，影月比你还大、啊。对啊。我以为你们差不多。我以为影月比我小。嗯。我就长得比较操劳嘛，奇怪。还好吧。他们都一直说没有，可能是因为我有几次那个可能照片，然后大家 po 很颓废吗？我没刮胡子，对，刚好没刮胡子。哎、欸，真的刮胡子会年轻哦。哦，自杀谁？炸弹客，我是炸弹客，我是。去对面，去对面。60秒，3分90哦。这给你。390左右哦。390。哦。你不带个方块过去垫哦？哎、欸，你盾牌会炸？
炸掉哦。那我就在路上。现在憋这么久都在挖矿，都是因为为了第三天的轰炸时光。哎，开始游戏。嗯。哈。啊？嗯？啊？坏掉了！我好像炸不到他们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嗯。哦，20在调东西啦，慢慢等。哎。嗨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他们说不能回血，突然不能回血。结果嘞，是真的不能回血。家门重登。啊，你可以回血吗？可以啊。哦、oh, ，你又没死哦！哎哎，两个都死！哇，双节炸弹客！哇，讨厌发光，发光我跑不起来。看人看人，跑不起来吗？因为我发光。所以你找到你那天为什么会突然没办法跑的？也没找到。没有，我是全场跑步机都按着了。我也是。你是你们跑步是扛错不是吗？对啊，我就一直按扛。啊，扛错加空白键不是会变那个全新输入法？哎、不死图腾。哈？哦，你找到了？怎么那么多？在哪里啊？三个不死图腾哎、欸。三个很多、啊。为什么？他安排的、啊、就一个小奖励。为什么、啊？小彩蛋，小彩蛋。我只是路过捡到哎、欸。嗯啊？我是路过捡到的哎、欸。应该是对面发现了，嗯。啊，然后爆掉这样子吗？可能是杰瑞拿到然后爆炸。哎呀，光给你，光给你，光光光、欸啊、光，记得你要死掉。哎、欸，国王。啊？哎、欸，哦哦哦哦哦。啊！这是间谍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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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哦、喔，有粒子效果。喂、哦、喂、欸，嗯嗯，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，有有有，哈基哈基。哈基不爽了啦，他要报复了，因为都玩不到剑。刚刚他有尝试想要把话题带到杰克，但是带失败。哈基出去了，巧克力巧克力。好、哦，对不对？嗯、好，继续弄好了，要弄多一点之后才可以轰炸。炸弹客拿不死图腾有用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有用？不知道。要问二零。有功了、欸。对啊。没吃过。啊、哦，没吃过。他是被仙人掌刺到哦。对对对 对, 對。biang biang biang。biang。巧克力跑上去了，哎、欸，你们要上来啊？上面很危险，是不是？好，巧克力在上面，巧克力在上面了。哇，燃烧的哎、欸！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他要付我一套新装备，是不是？嗯，我来了。我身上也依然是一堆石头。哎，他在哪里？楼上啊。看到了，楼